今天，我要吃的是大骨头、排骨、酸菜、馒头、花生米，就啤酒。这个啤酒是我刚才在做饭的时候喝的，所以说就剩这些了。然后呢，我把啤酒拉在厨房了，我又在摆的时候，我又提开了一瓶。好了，现在我开始吃了。
不是大块肥的，肥的干净，酸软不。两块馒头，半碗酸菜，一些排骨，绝生活中一定要有。这个东西我们冬天都可以加酱，应该一周能吃到两大碗吧。可能是因为我们主粮食物，不是我的，这个是酸菜，它是大白菜腌制而成，是人们专门做完之后准备在冬天酸菜炖黄肉、酸菜炖排骨，就专门炖那东西。因为应该是我们这边冬天还是比较寒冷，一般像在前人们在这个冬季上可能作业就比较少，包括现在我们这边的农村也应该这个样，冬天就是非常的寒，外面零下20度，说白了地边全是雪，为什么冬天还冷？所以说我们得需要储存食物，然后去过渡。所以每到冬天的时候，酸菜在我们这儿是非常受欢迎的。在我印象里，好像就是我小的时候，那酸菜可能就在冬天能吃，然后被提醒。但现在的话，夏天也能买到。那我觉得以前应该买到，以前就在冬天的时候，然后自己家拿来浇的酸菜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我吃饱了。我准备去睡觉了。因为我总是在半夜的时候会饿，因为有的时候半夜刷手机会刷到很多吃播，大部分时候我都忍住了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也没忍住，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吃的了，我就得穿衣服下楼去找点吃的。然后还是我像我刚才说的，我们那边冬天又那么冷，说实话是很遭罪的。与其这样的话，还不如晚上我也当一名 YouTuber， 我也开始我的吃播生涯。谢谢大家，希望能给我点个关注、订阅、Subscribe。我不会说英语，我要是会说英语就更好了。但是我可以学习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再见。